欢迎来到宫川和也的清酒配菜搭配频道。这一次我想介绍第十五卷烧酒白五四郎。啊，熊本行きたいな。そういえば加藤清正って熊本。哦，我想去熊本。听说完成熊本城的加藤清正是个酒鬼，我是令和的加藤清正，让我们喝白五四郎以免输。飲むか。疲劳被吹走了，美味的渗透五脏六龙，渗透五脏六龙。这个人，山口县汤田温泉的西之宫长盘社长，已获得多项清酒资格。这是宫川和也的清酒配菜搭配频道，这是清酒的一百集。熊本の、球磨地方の球磨町州白竹城ですね。こちらの方を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は介绍熊本县球磨地区的白五四郎。我将沿着烧酒的定位图介绍它。右边是复杂口味，左边是口味清淡，上为高香，下为低香。白竹四郎非常清爽爽口。我已经确定它位于灯型的左下角。ライトタイプですね。ライトタイプのこの辺りのポジショニング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という私の独断の偏見でこういう形でちょっと表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まずですね、我来解释一下白五四郎，是熊本县的米烧酒，它是一种通常被称为球磨烧酒的烧酒。据说是入门级烧酒，它非常清爽，没有令人不快的味道，也不会干扰菜肴的味道。像水一样清爽，有这么好喝的烧酒吗的轻盈，推荐给不熟悉米烧酒的初学者。九州人吉威严武以南的高桥修造制造，拥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正在致力于制作能够传达仅使用优质大米和精心挑选的水的传统的烧酒。球磨地区气候温差大，水质好，我们用含有大量矿物质的凉水制造烧酒。これら焼酎は熊焼酎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はですね、WTO 球磨烧酒是受世贸组织旅行协定保护的一种地理标志，是为保护孕育气候和传统的地区的生产而创建的制度。除球磨烧酒外，伊岐烧酒、琉球泡盛泡盛、萨摩烧酒四大产区均作为国际品牌受到保护。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和香槟闻名于世，熊烧酒是品牌。Hakutake Shiro 使用一种称为真空蒸馏的制造方法。真空蒸馏在蒸馏过程中使用真空泵，酵母是自制的，并在内部种植。这种酶可以抑制气味和杂味，从而制成易于饮用的烧酒。白竹的意思是白山，附近有一座名为白月的山，因 white 等于 white 和 mt 等于山而被命名为 Hakutake。球磨烧酒可以用热水喝，也可以用水喝，您也可以不稀释饮用。这一次我们将介绍熊本县的烧酒，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去了熊本。首先是马刺参，我是从熊本订购的。马刺参脂肪少，清爽爽口，就像白竹四郎一样，令人耳目一新。接下来是芥菜莲藕，作为纪念品也很有名。马刺参和芥末莲藕是介绍熊本县必不可少的。这一次我们准备了一种特殊的鱿鱼 mentai， 原因是博多以林泉著称的福冈县。白竹是用大米制成的，尝起来就像用米饭吃配菜，与梅塔同步。ご飯食べてる感じでね、仮面体とこう絡み合ってね、同調をね、フェアリングを醸し出してますよね。は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ちょっとね、面白い企画で、
这次我们有一个独特的项目，我试着把早餐和烧酒结合起来。你可能会被问到，你从早上开始喝烧酒吗？但我试着把鸡蛋饭和烧酒结合起来当早餐。普通酱油可以，但这次我想推荐海胆酱油，和鸡蛋饭很配，但是海胆酱油和烧酒很配。海胆酱油的养殖，海胆的味道与鸡蛋混合，米饭继续。我喝烧酒，米饭烧酒和鸡蛋饭是完美的。它在我的旅馆娱乐旅馆 Omotenashi 邮购出售，娱乐旅馆招待邮购，你也可以在我旅馆的商店买到。通販サイトで販売してます。もう一回言います。エンタメ旅館おもてなし通販っていう通販サイトで販売してます。とかに来ていただけましたら売店でもお求めいただくことはできますね。还有紫苏裙带菜海藻作为米饭的伴侣，这是山口居民熟悉的食物，非常受欢迎。软撒紫苏裙带菜海藻，上面写着撒上热米饭，尽情享用吧。即使您将其添加到肉饭、预好烧或蔬菜沙拉中，它也会很美味。让我们把它和鸡蛋一起吃在米饭上，美味的。并且一只手有球磨烧酒的白武四郎。大変ぴったりです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をですね、朝食のまた卵かけご飯の上にかけて、ね、ご飯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くね。うん、最高ですね。本当に美味しい。うん、で、もう傍らには白竹白とね、熊焼酎。今天我是加藤清正，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Kazuya Miyakawa 的清酒和配菜配对频道100集清酒，请订阅、喜欢并保存。另一个频道，我老婆的年轻老板娘开设了一个频道，叫做悠闲客栈日记。我希望您订阅该频道并单击赞。这次是熊本版，非常感谢，下次见，非常感谢。また次会い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よー